战壕啊，有事吗？你下次别来了。别来了，我的事你管得了？这是我家，我得管。我来不来啊，你得回家问你娘去。我娘说了，以后别再来了。哼，小子，你不就是怕我给你当爹吗？我还真就没那闲工夫，你别想那好事儿。我到你家来呀，是给你娘看心口疼的。哎，你说邪不邪呀？我这一来呀，你娘这心口她就不疼了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打死！不要脸的货！我告诉你，老子给你修桥是为了孝顺我娘，老子现在打你是为了孝敬我爹。小兔崽子，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！起来，起来！别他娘的装死！说高密民风彪悍，果然如此哈！这光天化日的就把人给杀了，真成！北岩，把尸体给我抬回去。娘。娘。娘，我给你买芦包了。娘，人是你杀的？不是。那你说还能有谁？反正不是我。掌柜的，来二斤羊肉。只有羊头。明明有羊肉。只有羊头。我要吃羊肉。羊肉是留给花脖子的。我要吃羊肉。他一会儿就要来。要吃羊肉。就要那条腿，再给我来碗酒。一个大洋。只有八个铜板。一个大洋。只有八个铜板，你吃俏食。死羊肉的，来了个吃俏食的，还把你的羊腿给吃了，啊？你给我送过粮食？嗯，知道这羊肉是给我留的吗？你敢从我嘴里夺食儿？
想就先去吃。是个当土匪的种，我喜欢。别吃巧食了，跟我吃卡饼。我不吃。早晚有一天你会吃的，记着，想吃的时候就过来找我，啊！我是忙了。哎，大哥，刚才那个就是上回把九儿背走那小子吗？还真他妈是他呀！早知道老子一刀捅死他。你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愣啊？俺娘说了，你要是不愿意回家的话，就到俺家里去。她一直担心咱们两个干坏事，老跟我说要当好人。你知道做好人有多难吗？这么些年，我胸口一直有团火，我整天压着他。闷死个人了，哥，没事，你想开点啊。其实有时候啊，我也觉得憋屈的慌。但俺娘说了，等以后有了钱，娶了媳妇就好了。今天第三天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去办件事儿。等我回来。哎，哥，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儿啊？回家等着。哎，他二嫂啊，按规矩你在娘家只能待三天，三天后回来啊。我说亲家啊，当初俺闺女过门的时候，你可没告诉俺那姑爷病得这么重啊。